世间情情苦短不由己啊，出世有情菩提两慧明，佛祖敏传大乘一时法，如是法种无量法财富。世间情亲情，不管是什么情啊，亲情都是苦短。咱人人来到人生啊，凡事都由不得自己，哪怕是你的囝，你饲大汉。但是也不一定呢，会照你想的希望安尼去行，安尼去做啊。这呢，情愈来愈远啊，亲情愈来愈薄啊。出世有情，菩提两慧明。出世叫做各有情，咱学佛啊，咱了解人生的道理，人伦道德，展开了咱的爱心。父母爱子是天性啦，那么子爱返璞归真啦。友好父母，这是应该的道理，这叫做法则，那这叫做道理。所以是不是可以照这个道理行吗？世间这是无明啊，无明的情对啦，无明烦恼的情都会乱啦，也那是出世各有情都无共咯。出世无受这个世间五浊恶世，安尼来甲咱分染着，咱会当超脱人间俗情，共我。这份情是心包太虚，两洲三界以天地呢为家，那以人类为亲，就亲像心包的贫穷的人生活，真正是真辛苦，真不简单。心包的诸基数呢，开始发心啦。会记得迄年诸基数带着一群呐老师，因为咱去个去干预的教室嘛，所以遐老师呢开始对诸者感恩呐。诸基师、诸者的老师呢，当作是传法的宗旨，应该带回来台湾。我问伊讲：“啊，哪会头毛拢剃起来啊？”诸基师就甲我讲哦，因讲下定决心，回来台湾这回呢，就是伊的人生的重心。所以回来头毛剃光啦，回去呢才开始过老，这就是伊重生啦。所以回去真清净，在迄个十月十七号到二十二号吼，诸基师呢办一个清净。
有十个社区，上远的社区呢，距离300多公里。安尼，这十个社区吼，拢改集下来，啊，要精进呐。我就问伊讲，啊，遐尼远的所在，大家人来，啊，因要住倒位啊？讲住寄宿的厝，哦，遐尼大哦。200多人呢，敢带咯？因呢，就是甲因太太讲，应该这祖先的工作要落实的，这新巴威一定爱有舒服的饭呢，来多享。所以因决定伫因岛的空地所在。啊，厝顶简单就甲搭起来，底下呢简单呐、啊，用塑胶吼，啊，都安尼就甲围起来啦。安尼就是因的道场，甲这厝搭起来了后，那、啊、开始啦，迄、那个墙壁呢，就用一块白板吼，啊，伫迄个所在涂银呐。在那个面顶呢，用画画咱的精舍，在那个所在就是安尼，啊画主祭的 logo， 在那个白板里，甲大家人介绍啊，甚至呢，迄个传法的经济吼，啊就是老师啦，来做讲师啊，来教因四点起床。开始呢，准备哦，就哎上早课，同款礼拜发华经，恁知影讲因唱念嘛，嘛唱甲真好呢，呀拜呢是真简单，无破团啊，涂骹呢就是安尼，触到迄个纸板啊，厚的纸板。去捡纸箱啊，啊，甲地变落来，安尼呢，厝的涂骹恁，安尼就是伫咧拜经，啊，伫迄个所在绕佛绕法，啊，拢是训练行直角的，安尼行，真正足感动人诶。拜经了后啦，因呢，就坐落来爱听经。开始听经哦，那因所听的呢是迄、那个人间菩提，因为人间菩提呢有英文，在英文啦、啊，因看会知呀，因都可以一本笔记簿，因安尼一边伫咧抄啊，啊一边伫咧考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一定呢。知影讲人间遮尼苦，因的苦难呢，就是来自因缘果报吼。安尼了解啊，因个读书会哦，那真侪，起码拢有翻译过。那朱基书呢，都阁甲因解释，用英文版的，一只十戒吼，那。爱七十戒啦，这种英文版甲咱的生活仪规等等啦，好拢互因知呀。这就是出世有情菩提终慧明，同款伫安尼的时间，伫无同的国家、无同的生活方式，因伫遐尼贫困啦。迄种的精进呐，遐尼正甘露啦，安尼的环境啦，但是呢，佛法伫因的心中，伫安尼的空间、安尼的时间，不断在慧命成长中，所以佛慈悯呐，来人间呢，就是要传大乘法。按怎样在劫难中呢？你会当去付出，这呢是
一时的法啦，是佛陀来人间以因缘，所以如是法种无量啊，那发财富，所以讲遐虽然是真贫困啊，因有法呢，那都真富有啦。大家人感动中呢，发喜充满啊，依依不舍，安尼转去哦，这呢就是发予因人间呢，虽然生活困苦，确实呢，心开意解啊，富有发财呢。所以咱上面的经文呐、啊，也是安尼讲，发佛就是发王嘛。所以的发呢，普遍获了众生。学佛的人体会了佛法了后啦，接受了法呢，那份的欢喜。所以正面的文啊，讲上为王者自所爱念，君臣合作，皆共众中以自缘故，往来者众。好富如是，有大乐世哈，这是正面的文呐、啊。这佛如法王，这法呢普及人间呐、啊。诸王都爱敬，君臣爱敬，天下人间呐、啊，人人所尊重呢。法王是。各家佛陀吼，那下面落来再搁再讲啊。二连秀脉，亦有念住，宿夜为念，思时穷止，持住下我，我是以莲呐，扩种植物。动如之何？那么这位中者啦，他真烦恼，年纪一年一年多了，竟也搁伫外面伫咧流浪啊！啊，我这的财富这么多，那将来我那是死，那么？这些财富要付托给什么人啊？要安怎呢？这呢是世间的老爸会安尼烦恼，出世的祖父啦，也是安尼烦恼啊。咦，烦恼的呢，年纪愈来愈多了，啊，地主呢也无法度体会佛。的心怀还是修的独善其身，因引众生啊，将来什么人会当度化呢？佛法啊，是不是安尼都停止啊呢？无人好传落去，这呢，这是佛担心嘛，所以呢，他。就是一有念住啊，宿夜为念，一直呢都是伫咧烦恼。宿夜都是早暗啦，都是安尼伫咧烦恼。这就是表示呢，这是众生的疑问嘛，是家业尊者呢，再搁再复述长行文，就是接着。殊菩提啊，以开头所讲的长行文，那么家业尊者接落来个重复呢，来描述呢，这囡仔离开老爸，老爸伫咧找囝，迄、那个情景吼，囝胖见去啦，唔知走到位去咯，
所以呢，失足即可，无所畏乎，无法度把伊的财产呢，会当阁传落去，真烦恼，阁忧念嘛，忧念伊的囝，真烦恼囝伫倒位啦，心心念念呢，都伫咧想伊的囝吼，那日连休埋吼。现在已经坐会了，譬如啦，佛化缘将毕吼，那涅槃时至，特别入涅槃的时咯，所以愈坐会来呀，愈着急啦吼，那想到这个地主啊，这个心也未开开啦。也阁是傲笑呢，那畏大吼，还是呢畏故这个大性，啊，敢那执着这个小性，所以这都是佛所担心。亲像的经文的内底有一段文哦，良医疗药的譬如，一定呢，要互囝知影讲哦，这个药啊爱传，人人爱会晓看病，也知影药的道理，也会晓诊断病人的病理吼，那想要传呐。可是这个孩子呢，还是真迷茫。孩子呢，心态有病啊，要安怎样呢？叫他吃药，也不要要吃药啊。所以呢，老爸啊，故意呢，都交代交代吼。那这项药啊是治什么病？啊，这项药啊是会当治什么痛？那拢总交代较好势呢，伊就讲伊爱出外去啦，去到远远的所在呢，交代人转来讲，啊，恁老爸呢已经死啊！哦，迄当阵呢，大家囝听到啦，才开始着急吧，要安怎？那这呢，嘛是伫。《法华经》内底经文中，阁有一段的譬如哦，也是辅助的譬如啊。这种法特别老，大家人呢，未晓要接受吼，真呢就亲像这安尼的譬如啊。所以，俗也为念，俗是将至，俗都是早吼。那从透早天未光开始，一直到日落暗时啦，都是一直呢，伫咧忧念伊个囝吼，时刻啦都无有去互袂记，可见呐，咱佛陀为众生啊，无用所劫。以来呢，不断随着众生生生世世，不断上求下化，这种的深吼，真深刻的悲心呐，念念不忘呢，众生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啊。悯念众生不弃不忘，常为忆念，若近若远呐，
是见不见，这是诸佛菩萨，他呢永远永远啊，就是无下利众生，那只是呢，因为迄念悲悯心啊，那念众生苦，所以绝对无去互袂记哩，绝对无去甲放弃吼，那这种呢，诶悲心相为一念。事事都是为众生啊，操心啊，呢记挂着众生啊，所以若见若远呐，是见不见吼？那近呢，或者是远呢？近的呢，都是伫眼前；远的呢，好时间伫远劫以前呐，是见不。这个时间的过去，咱讲无看到，啊，讲未来呢也唔知。那俗也为念呐，就是佛，伊的俗缘行专业念众生，奉殊时种子呢，涅槃时到吼。无量数劫以前呐，去当尊的愿呐，都是行永远，都是遐尼专心专念，安尼呢，得了一念众生啊，那奉殊时种子呢，俗也为念，因为殊时种子啦。因为涅槃时到吼，佛陀来人间啊，时间因缘啊，差不多啦。这个时阵那无赶紧呢，开发人人的大心，发大愿呐，以天下众生为重，啊，要等当时呢，所以伊就会真急哦。所以讲，持住。下我五十一年啊，哈，这王家吼，啊呢，离开我遐呢久啊吼，这就是表示呢，老爸心疼家哈，哎，真深刻的意思，哈，佛陀呢对弟子敢唔就是啊呢？对众生也是安呢，因为众生无知啦，所以讲持住吼，这种就流落伫外面，连未晓要转来，成为贫穷的囝，求医食真艰难呐、啊。所以，习以发心啦，中道退失啦，这也是表示呢，有真侪人已经发心，但是这痴迷无知啦，中道呢，搁在退失道心啦，烦恼一来，陷阱现前啦，安尼呢，都搁对了吼。所以叫做持住，那这个持住呢，它就背格合定啦，流浪五处吼，啊，流浪伫这个五道的内底哩，啊，所以背格呢，伫这个角度的面顶，这种教导，希望伊会当行正路，确实呢，伊安尼个违背过。啊，又违背过呢，那就是向着
迄个迷途啦，向迷途呢五十多年。其实啊，中者伊有无量的苦衷啊，就亲像佛呢，有无限量啊的法啦、啊，所以苦衷诸佛当如之何，就表示呢，佛伫咧念众生，众生呢都无伫咧念佛啦吼，所以咱定下讲爱多念佛咯吼。多念佛就是希望呢，咱下当呢背顶合角吼，咱即卖是背角合顶哦，所以众生啊不念佛吼，就是无回咱的本角转来，所以如父母亦子啦，子不亦父母吼，父母真疼囝，却是囝呢。未唔知影爸母伫咧疼惜因吼，那佛为专念，佛都是安尼专心伫咧念众生，确实呢，又是奈何啊，无法度啦。这护念住心，又这个颠转不安之意哦吼，这都是咱众生。佛陀的心念呢，希望众生呢，会当脱离尘劫，会当回归本觉来。这些诸佛菩萨为众生付出，佛祖传大乘一时法啦，这呢，就比如伊的迄个法藏啊。无量的财富都是要传给咱，所以咱要用心来接受，要时时多用心。